根本不用看，我一躺下去马上睡着，真的，30秒内睡着，嗯，30秒太快了，真的，好幸福。你有没有去摸一下他？师傅，站好了吗？站是手了吗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要把它拿出来了吗？来，关我了，师傅。嘿，蟒子升起来了，很壮很壮，哎呦耶！啥什么？葱花，葱花，好来，好，等等等，所以这完成了，对不对？等等，我帮你上桌喽。等等我，辣椒。注意哦，上菜。欸、你快点啊，你不要鼓励，不敢拍什么手啊？在等你，不要离开你的位置。还有，好可爱。蛋要几颗？你要拉还是不用？蛋要不要先？要拉。然后我再找一个碗给你，对不对？好。你用这个啦。盐旁边这个快好了，可以吗？我去，谢谢谢谢。那是什么？肉桂粉。那不是有肉桂棒子？肉桂粉。哎、欸，我的那一杯可以加少一点吗？我很怕肉桂。那我不加。好，我的不要加，我的不要加，谢谢谢谢。OK。来哦，刘品言的热红酒上桌了哦。先喝一口吧，趁热。这个要趁热喝，真的。来，真的要趁热喝一口。你自己可以吗？可以，我趁热吃。好，赶快。阿贝去喝酒哦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味道。算是还蛮好睡的人，很快就意识模糊了。有喝酒睡比较快，手机看一看，开始眼睛开始迷茫，然后就睡着了。我根本不用看，我一躺下去马上睡着，真的。谢幕。我两次来，哎，这三次了都秒睡，而且30秒内睡着，30秒太快了，真的，我都还来不及想事情哦，就睡，就已经做梦。你也是机器人，然后就军人睡法吗？不动。对啊。对，完全不动。我起床还看到一样的姿势，你有没有去摸一下他？哎，完全不动，你不翻身？他没有翻身，在睡袋里面怎么翻身？你好像一开始是侧睡嘛，对，嗯，就是侧睡，啊，就一直侧睡。对，到早上我醒来的6点多，公鸡叫那个趴的时候，他还是同样的姿势，对，没有动。我后来就是再晚一点，知道已经是天亮醒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因为翻正面，他说这什么什么炒蛋不是吗？肉酱炒蛋，他从他的包包里拿出了一堆的蒜苗。你从家里面切过来的是不是？小黄瓜，从他们家切过来。蒜苗还是小黄瓜？小黄瓜还是蒜苗？小黄瓜。因为一直点头，不知道是哪一个。你觉得我们没有小黄瓜吗？我跟他生气。应该有，但是小黄瓜应该很新鲜哦。这小黄瓜跟蛋跟肉酱是什么组合？试试看嘛。三色，我的露营料理大公开，想知道我带了什么拿手好菜出去吗？赶快订阅《光露营就很忙了》YouTube 频道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